嗨，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9月9号 P2P 金融难民王倩女士在维权的过程当中遭受到警察的暴力维稳和语言的凌辱，一瞬间她爱党爱国的三观崩溃。她认识到几十年来她一直生活在谎言和欺骗当中，悲愤自杀。不久前，董瑶琼女士，她也从一个爱党爱国的小粉红，成长为一个追求自由民主的勇士，愤然向习近平画像泼墨。她是继天安门三勇士之后，打破千年崇拜的又一人。这两位年轻的女士年龄相仿，都在30岁上下，都是年轻的母亲。从材料上来看，他们本来可以过着幸福的小生活，然而中共专制这个邪恶的制度吞噬了他们的青春和幸福。他们是中国当代的缩影，历史会永远记住他们。他们对这个社会绝望了，王倩女士以死抗争，留下血泪控诉的绝命书。而董瑶琼女士，她的义举又何尝不是 以求死之心做最后的抗争呢？邪共专制不灭，中国将没有一个平静的灵魂和幸福的生命。谢谢。